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李小明大使为我们社区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你。我们谢谢李大使，谢谢他为我们老乡，谢谢他为我们华人争气争光，发声音谢谢你。在过去两年，在马先会长的带领下，美南山东同乡会发扬光大，马先会长投入了无数的心血。那么我们刚刚新任的方会长将一如既往本着用心做人努力做事，将为我们把同乡会带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警戒。我们要在这里呢请我们李强明大使见证两位会长交接。好，下面进行新旧会长的交接仪式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我们谢谢马新会长，谢谢他过去365天为这个会的用心努力。我们也期盼方会长用他的我们期盼方会长用他的卓越的领导，像管理他的昌盛的企业，把我们这个同乡会变成一个更强大的我们社区一流的同乡会。大家为了他们的会长高兴，为了他们的鼓掌好不好？热烈的鼓掌，谢谢他们，期待他们。好，下面有请房会长致辞。尊敬的大使先生，亲爱的各位乡亲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至此新春来临之际，仅代表美南山东同乡会祝大家鸡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2016年，在各位老乡和李书记的大力支持下，美南山东同乡会继往开来，进一步发展壮大，成为美南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之一。目前我们理事成员已经超过40人，凝聚老乡近1000人。在过去一年里，同乡会参与支持国侨办国庆文桥演出、纪念孙中山诞辰活动、金明联欢、社区安全示威游行等各项活动达21次，接待山东省政府及商贸代表团培训活动近10次以上，促进了山东省各地与各个萨克州的经贸往来和合作交流。近年来，山东省国资及民营企业赴美投资迅速扩大，美南地区是投资热点区域，同乡会为家乡企业顺利落户美南地区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，成为投资企业联系的当地社区和政府的重要纽带。为进一步服务好家乡企业，美南山东同乡会新晋成立了美南山东商会，加强商务服务和联络作用。展望2017，美南山东同乡会将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，在理事会的带领下，历尽重置，进一步凝聚老乡，服务老乡，为弘扬中华文化、促进中美友好交流、经贸往来做出更大的贡献。谢谢大家。好，